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欣西亚，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Are you ready？ 有趣爆笑，欣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Let's go！大家来到新西亚和 Shane 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我是新西亚 ，I am Shane。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感觉呢，我刚才在开始前面停顿就知道我们有多久没有录我们的 podcast 了。对，真的很久了。对，所以说今天呢，算是2013年的第一集吧。对，没错。对，所以说呢，就是在第一集的话呢，每次新年的话，我们一定要讲一下我们的新年的 resolution。嗯，对。可是呢，这个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新造型吧？嗯、就是说这个，就是你的 resolution 吗？应该算吧。第一个 resolution 你要换个发型，对，要换发型，要转运、嗯。对，所以呢、嗯，对，所以说呢 ，change your luck， 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了耶。你有什么感觉吗？就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观众讲？我就有看到很多就是不同的人。真的吗？你们有想我们吗？请问一下，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我们之类的、嗯、之类的？对，好啦，那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想念大家，可是因为我们的懒，我们真的是太懒惰了，所以懒惰呢，一直就虽然说非常的想念大家，可是由于是非常的懒惰。没错，没错。对，那其实老实说，虽然说我们要讲一下 New Year Resolution， 可是呢，因为我知道，就是前一集的话，就是带大家去那个日本的那个 Kyoto 去那个出外景嘛，在京都嘛。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其实后来的话，我就拍了很多照片，可是也没有时间跟大家就是写部落格报告我们在日本的行程。哦，真的啊？对，突然会觉得这一集应该来讲一下在日本。 我都没有在跟着你的 blog， 不好意思。对，就连我的老公都没有在看我的部落格。因为没有新的啊。对啊，就其实都是在拿一些烂东西去这个敷衍大家，没有什么好看的，我觉得。好啦，反正呢，就是虽然就是说，其实今年的这个2013年的 resolution 呢，第一个愿望就是说，希望自己不要太懒惰。哦，对对对对对，也不是懒惰，因为其实做一些事情就。其实我会觉得说，最主要是因为你看，我今年都已经32岁了嘛，32、33，然后炫不用，更不用说。对，不要说。对，好，更不用说。所以呢，我会觉得其实我们虽然30几岁，什么意思？更不要说，就是觉得没什么好光彩的、哦，这件事情没有什么 be proud of， 所以就不要说啦。谢谢。好、哦，是不是？好啦，那我是会觉得说，其实呢，就是在2013年的这个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说自己不要太懒惰。OK OK， 因为呢，在这个年纪，我跟炫常都会有那种啊，我们都已经老了的感觉。嗯，对，就是起床就是、那个全身酸痛、啊，全身酸痛，对，然后哪里都不想去，所以因此呢，这个坏习惯呢。So sad. 就很糟糕啊。然后这个习惯呢，就是也会被带到日本去。哦、oh, ，对，对，其实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在日本京都跟大阪，其实我们因为老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借口。如果你爸爸妈妈去日本的话，他们应该会玩的比较丰富。我觉得，对啊，我觉得我们就是懒惰一个两个三懒惰两个两个字，对，懒惰三个懒惰三个字，很懒惰三个字。就是你知道我们有多懒吗？我们要先大概粗略的讲一下我们有多懒。我们懒到我们去那个京都跟大阪啊，就是说去 hotel 每天早上不但睡到大概10点多起床，还要睡午觉。当然啊。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就算了。然后我觉得更夸张的就是说，我们到大阪，其实我们的目标也不多，就只想去那个大阪的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哦耶。对，然后那一天你的喜欢，我一直很想去，然后炫也觉得还好，他并不是这么想去。对，然后呢，就是因为懒散，所以我们拖到好像下午1:30才到要买门票的地方。对，1:30就到了，也就算喽。可是我就是要看一下，就是那个队有多强，队伍有多强。对，我要去前面看一下，然后我要看到他们的就是价钱，就是怎么算。对对，然后我就看到。哎，下午3点后，嗯，门票就便宜大概，好像便宜2000块台币之类的，对对，然后两个人就是加起来就会便宜4000块。然后其实我们因为其实排蛮久，然后眼看就前面只剩下大概3-4个人吧，就快到我们喽。然后炫就回来说：“哎，我刚看到啊，就是如果现在3点入场的话，就门票可以便宜。嗯”
我说那现在几点？然后我就说哦，现在大概一点半，快两点。我就说那不然就我们吃个午餐再进去，就想决定就三点再进去。对对对对，没错哈。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去找要吃午餐的地方，然后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我们就在那个就吃了旋转寿司，然后吃到旋转寿司的时候，大概来个两点半吧。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啊，一阵睡意袭来，就觉得好想睡。对，因为要吃饱饭，你都会觉得对啊，就想躺一下。然后又那睡午觉的时间就快到，因为我们大概睡午觉在台北的时间大概都是大概两三点吧。对对对对。然后觉得哎，两点半觉得哎，好像就一阵睡意醒来。然后我就跟睡，我就其实我就说哎，如果我们就这样子回饭店睡午觉会不会很夸张？可是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棒啊。对，然后炫就说，而且外面很冷，而且风很大，哦、超冷的。你到京都就那种零，那大阪京都大概三四度这样子。然后炫就说也还好啦，看你。然后叫我就要有我那个决定权这样子。然后我就说，真的吗？那我就开始很认真思考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省多少钱，然后省这四千块台币，我还可以买多少的东西。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应该说其实如果有剩那么多钱，你可以明天或是今天晚上可以去买东西啊。对，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是很想要睡回去睡午觉。 对，真的，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冷，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很累，就感觉头也痛，而且真的很冷哦。然后很夸张，就是因为人老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进门票要买进去的时候，就看那个云霄飞车在那边转来转去嘛。然后这时候炫就说哇，天气这么冷还坐在云霄飞车上面，这样风会很大，我应该会更冷吧。然后他就说那我是觉得，我就说好吧，那算云霄飞车也不要坐了，因为很怕冷。对，就觉得会很冷，风会很大。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好吧，那就这么决定了。于是我们就这么回去嘞。对，我们就这么回去 hotel 睡觉。对，其实我们就真的睡午觉，我们整个 vacation 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把在家睡午觉行程搬到日本去。对，我觉得很矛盾。如果你在 vacation 的话，你觉得你真的要休息一下，所以如果你真的在外面一整天，而且很冷，你觉得那我都没有休息到啊。可是我觉得就是可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怎么讲啊，老实讲，就是因为你知道后来我们的那个特效大师马丁，后来他就是前几个礼拜他又跑去京都玩，跟大阪又玩了一次，然后呢我就说哇，丁丁一个人去耶。然后炫就说老实讲，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是我一个人去的话，我应该就不会睡午觉。 对，你有讲出这种话对不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妈的，如果是我一个人在京都的话，我也才不会去睡午觉嘞。对啊，很奇怪齁。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根本在一起根本就是拖累对方啊，就是两个会越来越烂，不是越来越好哦。反正自己在一起的话，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反而会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两个人去就会觉得说啊，还是睡觉好了。我觉得我们这样真的不行啦。对啊，所以就是我们新年新希望吗？对，我们新年新希望应该是我们两个人要一起更是要努力，而不是说就是只要一分开的话就会很想要做很多事情，要很充实的生活，可是在一起就会觉得说你要干嘛，不知道。真的啊，炫跟我在一起他最喜欢问我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What are you gonna watch? 你想看什么电视？我会在看电视。所以他就说 What are you gonna watch? 然后我就说要不要睡午觉。对，然后说 When are you gonna take a nap? Or when are we gonna take a nap? 为什么要睡午觉？跟你待会看什么。如果我们在外面的话，我就说两点半，那你要干嘛？那你要回去睡午觉。可是不用说服你，就说好。对，我就会说好啊，睡啊。可是其实呢，我以前我们在美国有试图要就是让我们不要睡午觉还是什么的，可是那天心情就很差，然后就吵架。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美国不是要买，然后好像要去买新的 treadmill 新的跑步机，你还记得吗？然后那一次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看那一次好像就是我就说不管今天就是不准睡午觉，所以我们就是好像有去 Home Depot 还是哪里对对，然后好像还去 Walmart 就是要看跑步机，然后我就说不行，今天一定要把跑步机买回来。可是因为还要车子不够大，还要跟朋友借车子，然后就要去 figure out 说怎么样才能够把跑步机买回来，然后后来就心情就很差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辛苦哦，我的妈好啦，所以今天加油。所以就是这次的话，就是这一集的话，就是讲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让我们自己不要太懒惰。
嗯嗯，好啦，结束了，结束了。如果你们有什么新念新希望的话，你可以留言给我。其实我会希望说，今年也是希望说，就是 podcast 可以录多一点。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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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你可不要在 camera 的面前，不要再说了。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做不到。对，反正2013年就是 podcast 应该还是随缘啦，这样子。We'll see， 对 ，We'll see。可是。我要先预告一下，好，预告，因为呢，就是今年，就是我是不知道这个 project 会做多久啦。可是因为你知道，因为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不是知道说新西亚不是赢了什么姐妹淘，就淘金营桃子姐那个姐妹淘网站的、那個、congratulations， 对的那个什么良性作家什么这个 category 的 number one 之类的，对，所以说接下来就是听说每一个礼拜我就会有文章在姐妹淘上面，然后呢，他们的编辑就说，哎、欸，我觉得你们 podcast 还不错，就是又可以放5分钟的 video 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嗯嗯嗯，所以说至少就是这样的话，每个礼拜都一定会有5分钟看到我跟炫就对了，对，所以有可能会重复一些话题，就是如果你们是我们的以前的观众的话，你们就会觉得这不讲过了吗？可没办法、啊、就是因为在姐妹同盟还是新的、嗯、所以从全部都要讲一次，可是要浓缩成5分钟，对，然后我觉得这是继那个吴建衡的那个广播节目之后，又可以看到我们在另外一个平台上的我们的 video， 对不对 ？Yes， 对。可是这一次的话，就好像就不是。Oh no！ 我还没讲完啦、啊。Oh yes！ 我觉得你真的好敷衍哦，我的妈 ！Oh no！Oh no！ 反正就是好，时间不多了，反正待会我要先录姐妹套5分钟，好，大家那边见了，拜拜，拜拜。Working out, losing weight, maybe using tanning spray, becoming more attractive in general. Reading more, watching less, learning all the rules for chess, becoming somewhat smarter in general. Eating fish, not fingernails, volunteer to save the whales, becoming a better guy in general. Saving more, spending less, yes, I will wax my chest, dating more girls in general. But not this year.No, this year is different. As different as a gazelle. Yes, a gazelle from a deer. After all these failed resolutions, my future is clear. The future is near. Just forget those resolutions. You know that you are never gonna do. And adopt a more realistic view.By committing to things that come easily to you, like eat at least one value meal a week, or put the correct shoes on the correct feet, just raise the bar to walk effortlessly underneath.